刚才那个没开上，我等我开黑了。这个车间比咱的车间好多了吧？加了这么多辆车，咱都没有。真不爽。咱真不是修，之后咱真修。小姑妈，你呀。你也换车呀？他说，我换车，然后就是那小那个，用啥来着？这个谁上？这个谁上？我们不用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哪，这买哪？是咱们，永远也没有的。其实车哥都在我们。你们怎么不休息呢？为什么不用保证两个呢？哦，你知道单位卫生？连面没录，连合影了。那怪我，我不让我来。你不来了吧？是不让我来，不是我不来。我那要不咱那个放，我回你回去把那牌子弄好，我去。别逼了。那就是了。Thank you.